就能够成功了。无头苍蝇起来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，没有方向性的。哇，好强！哇，哎呀，天哪！没怎样。加油！哎，你看站都站不住。再来！而且他好像没有那个平衡的力量，没办法平衡。对，好的，看站都站不住。五公尺也可以，加油！还没办法，来。有没有？他加油就给你会抛甩出去。有没有受伤？刚刚是不是撞到腰了？有没有撞到腰？来，我们来过来看一下。来。哎，这个就像无头苍蝇，起来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，没有方向性的。哇，好强！哎呦，天哪！有没有怎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哇，手弄到了是。来，我们先请我们的医务组，谢谢医务组，那个。还好吗？真的很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秀媛，喂，秀媛能听见吗？她伤得严重吗？怎么样，秀媛？喂，可能信，哎呦，可能信号真是信号断了吗？可能。很抱歉，我们和前方的那个卫星连线的信号暂时出了一点问题哈。而且刚才那一幕好像就是断的这个地方，让人心里头觉得挺紧张的。希望他不是什么很严重的这个受伤。你看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摩托车手。我是觉得一个是这个项目就是没有练过，不要轻易的尝试。真是这样。还有第二个，其实我比较担心陈大哥。我不知道，因为就是说有经验的车手可能自我的心理调节会比较不错，但是一般来讲，你说如果大家同时做这个项目，你受伤的话，我接下来要做那个项目，心情会受点影响，希望应该没有问题哈。对，但愿他是受了一点点轻伤，然后希望也不会影响那边现场。是，我们待会儿再请导播和他们继续连线，看看情况如何。对，了解一下那个车手受伤的情况，也看看他们待会儿闯关的情况哈。那当然，这个我刚刚看到那个车手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惊出了一身汗啊，有很多朋友啊都叫出声来啊，是挺担心的。是，那现在大家的心情一定都非常紧张，我觉得有必要来平复一下。哎。在我们的外景哈，我们的在台湾那边呢，我们的陈商权先生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了。刚才我们的导播啊，通过这个对讲来告诉我们，刚才受伤的那个选手没有大碍，只是有一些擦伤而已啊。对，经过真是万幸，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哈。经过检查已经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请 Marco 过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场外的记录。Marco, please come here。我们要一起请 Marco 来为我们见证一下。We're going to witness the challenge in Taiwan.OK， 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哈，那在台湾的这个挑战的项目能不能够得到 Marco 的批准，他们能不能够创造这个记录呢？我们现在请导播把信号切到台湾的现场。Let's have a look。这是台湾的画面了，他们是用升降车把这个选手送到挑战位置。